个是中文里最常用的量词，例如我们可以说三个人、四个苹果、五个小时等等。个是中文里最常用的量词，例如我们可以说三个人、四个苹果、五个小时等等。个是中文里最常用的量词，例如我们可以说三个人、四个苹果、五个小时等等。